挑战，来。动了，动了，动了。我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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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错啊，你这太慢了，你得快一点。慢点慢是不是稍微慢一点？不行不行。好，成功。Amazing！ 好像很简单，没有什么难度。对，太简单了。对啊，啊，这谁设计的游戏啊？这不好玩、啊。这样吧，给他加点难度。哎，来，难度来了。咚，四层纸，去掉一层吧。这不是我家小潘潘吗？师傅，大爷，平儿。你这要干嘛？是把这个水啊搁在这上边，然后拉过去。哦哦哦，来吧，于老师，来吧，来试试。您是行家。您可以把那卷这撕开。不不不，得拿着卷拉，拿手拉不行。越长越不好拉。但我是我可以短的拉呀、啊，但是我得拿着这卷拉，你知道吗？使不上劲啊。对，就拿一卷，心里踏实。嘿，您计划好玩了吗？我先看看这杯就拉不动。您换这杯。不是您给人几层的纸，周就俩。三层啊。你这不是，这都是你做了扣的纸吧？这都是。三层肯定不行。这我这就一层啊，宝贝儿。这是三层纸，不好意思，那是骗人的。啊，这行了，这个卖说纸，罗云平都拉过来了。啊。可以啊，之前是不是练过呀？大爷专业。又，没等人捧完呢。师傅拉一回吗？来一回吧。来，来都来了。他这是有诀窍的，他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的。他这里边有物理学，有力学，他有这个关系。不是，你说，咱成功以后咱再说这些。啊。比如说。哟，哎呦，可以啊！行，这我如果再慎重一点就成功了。我觉得你得从这儿带的，可以，这个短一点。您是干嘛呢？您这就更短了，所以我就够不着了。嗯，哎，岳哥，如果我们要自己成功了，是不是就可以封那个桶了？可以，那我们自己拉一下好吗？好。岳哥，我要拉成功了，咱就封台了啊！啊。来，这个就不是三层了，宝贝儿。这我眼神还是可以的。是什么意思？四层的。这一顿就过去。也未必，未必吧。成功了，这你看，这一点点裂痕都没有，棒棒的。那也没问题，我坐上去。这撒一滴水是不是就不行了？哟。好，成功，成功。周子良，哎，咱走吧，走就可以了哈。给您，走56，这结束了是吧？走，我们看看下一家去。这是打鼹鼠啊？对对。哎，来人了。我来讲一下七擒孟获的规则。这个规则是这样的：开发者藏在洞中充当地鼠，玩家用棒槌锤到四只地鼠，则玩家通关获胜，通过率50%。师傅您来吗？来来来来来来一回，来来，我进去啊，我进去。快，不是打您，不是啊，您负责打。当然了哈，岳哥来回，我试试，我可以。
来吧来吧来吧，开始吧。留神啊，这个这打着疼啊。来，预备啊，一二三，开始。在后头吸引注意力。哎，前面这个我来，打手上了。不行，师傅这火力太猛了。那我来吧。哎呦，真疼啊！饼哥白了，正赶上，这都不出来不行啊，这也出不来呀！哇，哇，让你们不出来，您不能伸进来打我们啊！扛多一个，师傅都，哎，走，呀，哎，哇！啊，差点哇！哟，这是呛死的，这是那错不了。哎，这地鼠疯了，坏了，地鼠成精了，地鼠成精了。那我们这算输了算赢了呀？你算没羞没臊，这肯定血了赢了。咱们输了，师傅赢了，这算费得很。这还挺好玩的，这。让你大爷玩一回，我不来了，特别好玩，师哥快来，来，您别客气，您别客气，快来。怎么弄？不是该输还是该赢了？现在就是，如果于大爷这个于大爷失败了，你们正好50%，但是我们没上呢，还对他们还没上，你也得算他们。于大爷，您来来，给您大爷，哥就开打了，准备，开始。哎呦，哟。我没冒泡，您不能伸进来打我们啊！您不能进来。呀！真使劲儿啊！真使劲儿啊！速度倍儿快。快来，快点，快点跑了，没了，赢了，您差点让我们蹲窝里去。